有很多人说养狗狗能长命百岁，其实呢，这句话呢是有道理的。虽说这些狗狗不会说话哈，但是它们每一只都很可爱，我们和在一起都特别开心。特别是那些喜欢逗着玩的毛孩，就假如说这只旺旺，它调皮是调皮，但是它喜欢逗着玩，哎，特别可爱。金棍也可以，毛毛。所以说呢，老五实话实说，你别看照顾这些狗狗这么辛苦哈，就说假如说我们有2天3天不和这些猫孩在一起，不照顾它们，真的还有一点不习惯。每天就是想着这么多事情，一大早一睁开眼睛，就是想着给这些猫孩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打扫卫生，再观察一下，每一只都要看一下有没有不正常的。有没有异常的、拉肚子的、感冒的、有眼屎的？其实老五说这个有眼屎呢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当然，有些猫还有眼屎也正常。如果它的眼屎很多的话，里面带那个透明的话啊，量比较大的话，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。有的上火了哈，它也有眼屎，但是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要仔细观察。那么我们检查一下这些猫还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开始给它们打扫卫生。团团过来，团团来，往前走了。你不是喜欢上镜吗？你和这个金棍一样。你看，像这样的猫孩哈，老五给大家比一个例子哈，就像团团这样的猫孩就非常健康。你看它眼睛非常的亮哈，非常的干净。还有它这个鼻子哈，我们养狗狗要最主要看它这个鼻子。它这个鼻子是湿润的，上面好像是有一层那个油一样哈，这样的猫孩就特别健康。如果它那个鼻子很干哈，那这些猫孩就出问题了，要不就是感冒了，要不就是有别的传染病。你比如说像那个犬瘟哈，它也会鼻子干的，因为它发烧嘛，它就会有鼻子干。那么老五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金棍，你看它两只眼睛哈，很亮很干净，它那个鼻子各方面，包括这一只猫孩萌萌，你看，这就是很健康的一只猫孩。还有丁丁，这只是谁呀？三才吗？二才？我看一下，二才。二胎，别走啊，不要走！哎，不要走啊，不要调皮啊，不要走！你看它眼睛哈，它特别亮。然后这一只啊，这个是三才，但是也有一小部分。你比如说这一只 QQ 哈，它有那么一点点眼屎，但它这种啊也属于正常。可能大家看不见吧，我看得到哈，有一点点。你像这一只佩洛哈，也特别干净。你看它那个眼睛。鼻子各方面，这样猫孩啊，肯定是健健康康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也不能光看这些东西，我们不能忽略了一样东西，就说我们还要注意这些猫孩的精神方面。那么，假如说这只猫孩平时精神很好，喜欢打着玩、跑着玩，但突然间它就不愿意动了，我们叫它也没有反应，那么这只猫孩有可能就是出现问题了。但是也不是全是哈，你比如说里面那只皮皮，还有大爱，还有月月、大黄、蓉儿，但是他们几个，他们五个的性格基本上大概是一样的，但是有时候吃零食的时候哈，包括大爱也是一样，上蹿下跳的，月月稍微老实一点，皮皮也是一样上蹿下跳的，但是像那个蓉儿哈和大黄，你看他们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毛孩啦，他们是天生的这种性格，所以说我们照顾每一只毛孩也有不同的照顾方式。但是牛牛呢，它有一个性格，你要说它胆大吧，它也不是那一种很胆大的，它胆小吧，它是不胆小。还有贝贝哈，你看两只眼睛特别亮，包括它那个毛色啊，各方面都特别好，这样毛孩就是健康的。那么这只元宝哈，它虽说年龄大一点了，但是它也很健康哦。这个东西老五记得，老五给很多粉丝讲过，我们也不能一口否定哈。哪一只猫还年龄大老了，它就会出现问题，但也不一定。有的年龄小的，它有可能也会出现问题，但是年龄大的，它也不代表一定就要出现问题，不一定，这不好说。我们讲一句这个不好听的哈，它跟我们人是一样，要根据每一只狗狗的这个身体素质。来判断，来决定。
你要像旺旺这一种的哈，你看它长得很结实哈。那我大概知道哈，这种猫孩它应该不会那个啥啊？你干嘛呢？这种猫孩应该来说它是很健康的，你看。哎，说一说，笑一笑，我们之间的希望，每一只猫孩都是一样的，不单一样，是一模一样，都健健康康的，都像那个团团长这么结实。你看这只猫孩长得哈，特别扎实，给人感觉就那一种，哎呀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哎，还有这只胖吧，胖吧。总体来说呢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哈，这些毛孩儿，我们在照顾的时候，照顾得好一点，给他们生活得好一点，其实对他们的身体也有所帮助。最起码我们不说好很多，最起码，它还是好一点的。不过也有很多粉丝呢在夸老五，说我们家的狗狗都是老五在精养，就说他的意思是说照顾得特别好啊，精养。其实也没有咯，老五也没有感觉精养，反正是。我们尽量吧，我们尽量照顾得好一点。我们不能说马马虎虎的哈去照顾，那样的话肯定不行的。那样的话，我们这个犬舍一犬舍的猫孩啊，真的马马虎虎的话，真的要遭殃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都希望自己的爱犬跟着自己，健健康康的，跟着自己好好的生活。哎，毛毛，你看毛毛，这拉姆现在也特别活泼哈。